们家祖上不赖啊，多棒！不是，你们家祖上挺好，啊，挺好就完了。哎，你们家祖上是了不错，哎，你们家祖上有好词儿，地位显赫。哎，啊，行不行？行，这还差不多。啊，这中不中？改河南啊？这话你留着家乡话说的啊。好，您行不行？这个行，地位显赫，不是一般的家庭。对，但可是实话实说啊。到你爸这辈儿，这家道就中落了。啊，是，还不能怪别人。你爸好花钱，又没什么进气，光出不进，没几年，偌大一家产挥霍一空，钱花光了。不过俗话说啊，这是金子，它总会发光的嘛。对，受死的这个王八呀，它比薄皮呢。这都什么比喻啊？你爸爸不单贫穷了，要重振家威。出去找了一差事，没干几年，嘿，还真干出点门道来了。这什么差事就干出门道？你爸那差事啊，他是，对了，远看呢，哎，像警察；近看呢，像警察。比这真警察假不点儿，比假警察真不点儿。仿真警察？说什么叫仿真警察呀？我石亮凡可不能拿警察叔叔找脸啊，小心跨省。谁呀？啊，哪里说什么叫仿真警察？你说的呀。啊。比真警察假不点儿，又比假警察真不点儿啊？那到底什么警察？到底什么警察？他不是比真警察假吗？啊，说明他肯定他就不是真警察吗？那多新鲜呢！他比假警察真吗？说明他也不是假警察吗？不废话。所以他就是半真不真吗？半假不假吗？真真假假的，假假真真的是随。等，还行了吧？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。我一看你这长相，我想起一词儿来了啊，山寨，山寨！大伙儿瞧瞧，仔细看看，这是正经男性吗？啊，这脖子上连素子都没有，素子像话吗？是伪男呐！啊，说山寨男人，你爸给这词儿，山寨警察，没听说过。跟这暴风鸟西服啊，可笑可乐汽水，这都一类。等，打住吧！我可告诉你啊，我爸。压根就不是警察，我没说你爸是警察呀。你看你爸爸他不是警察吧？哎，但胜似警察啊，还胜似警察。那比警察神气多了啊！你爸爸在马路上办起差来，那是张口是一腿儿，抬手是闭腿儿。您说中了，我是怕吃河蟹啊，还是英文吧，安全第一啊。经常 X 地摊儿啊 ，X 商贩儿。X 三轮啊 ，X 羊肉串儿 ，X 的一辆打着井灯的民用双排座，那是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得，我爸爸是内小撮坏城管。这人还小撮坏城管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瞧不起这小撮城管。你看你这德行啊！你知道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怎么说吗？怎么说呢？给我一撮城管，我能打烂地球。管我能翘起地球，差不多吗？我也错。人说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翘起地球。你甭管怎么着，反正我是记得这个城管，反正能弄地球来着，我记得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这个城管啊，那可是维护咱们社会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。还维护世界和平啊！这几年，我国有关部门，你说我一直纳闷，这有关部门它到底哪个部门啊？我估计我这辈子弄不清楚了啊！反正就是有关部门啊，就美军一再在我国近海海域进行军事挑衅一事，提出强烈抗议，并强调我方将保留使用城管的权利。城管原子弹，但用得着吗？派咱们城管大队那个贵州安顺支队过去足矣。好，美国航母上我纸马呀？这谁的呀？啊？这谁的？大一船停海面不走，你上头还住这么多人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你总不走，总不走你不成了海上违章建筑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既然是违章建筑，秃鹰啊，这是就归我管，拿码头给我拆了它，拆人家航母，上头还停这么多飞机。一排
牌子啊都不走，一排排趴这趴趴活呢。啊，这不有病啊这会儿。十二，你这调的好喝吗？好喝吗？啊，第五十二吗？鸡尾酒吗？就这模样还鸡尾酒呢？那人那轰炸机。啊，嗨，我还以为是拉洋酒的飞机呢。F16，1.6排气量的。啊，你这谁设计的呀？飞机底盘这么沉，你排气量还1.6，你这玩意儿你带得动吗？嗯。再有，不是我说你拉个活，你是1.6排气量，1.1松花江多省油啊！人那是1.6排气量吗？你甭管排气量多大啊，既然敢在这拉黑活，通通的我没收，拖走。别以为出了西客站这片儿，我管不着你。你得管得了啊你！我当然管得了啊，要不我怎么说？往大了说，这城管他能维护世界和平吗？您这是往大了说，那往小了说呢？往小了说，城管也关乎到咱们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啊，那可是小商贩的特性，下岗工人的天敌，古惑仔的再就业首选，如今到了合法版本。一句话，城管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城管是万万不能的啊。是这么说的吗？就连法国伟大的军事家拿破仑教导士兵的时候，都拿咱们城管当榜样。拿破仑了。一个不想当城管的流氓不是个好拆迁队员。这都什么口条啊？这是什么口条？你听不懂，这是法国话。哦，这不是，这就是法国话。哎，要说恶毒话，你更不明白。好嘛，拉了这位。就连古人都写诗赞美城管了。还古人了？借我3000城管，赴我浩荡中华。剑指天山西，马踏黑海北，贝加尔湖畔张弓，库页岛上赏雪，中南半岛仿古，东京废墟祭祖，中国城管所向披靡，见神杀神，见佛杀佛，拳打欧洲诸侯，脚踢北美花旗，上能打